上退场。我这球挥空遭到三振。富邦悍将新洋投班恩首次开箱，单局送出两次三振，不料左投班恩出登场，续投五局连飙两 K 后，连队两打者投出保送，悍将决定换投，而当时是以0-1落后统一师，班恩也带着败投资格退场。哇，连丢三颗。富邦悍将这场战情低迷，国防部长张玉成在四局上球数一好一坏，面对第三球他挥棒后出现左手甩手画面，第一时间现在防护员上来了解一下张玉成刚才挥完棒之后现在还是不是手指这边有点不舒服，防护员立刻上场了解状况，初步判断是左手指关节挤压挫伤，先行退场治疗，没想到七局下这个球打在他的背上，球弹得有一点远，捡起来再传一垒，还是抓到了许哲彦。投手许哲彦这一挥棒，球直接往投手赖志源手肘方向击中，他忍住疼痛完成出局数，随即也退场休息治疗。25号富邦对上统一师，虽然最终以0-4吞败，但球迷最关心投手打者两人伤势，希望早日康复再拿下胜利。世界棒球12强赛将在今年11月10号到11月24号举行，东森新闻将转播精彩赛事，持续锁定东森，一起欣赏热血12强赛事，一起为台湾加油。东森新闻生活中心郑宏报道。